Google 旗下的影音平台 YouTube 到今年六月以来，台湾共有超过1500个高于10万订阅的频道，高于百万订阅的频道则超过100个。从去年七月到现在，人气窜升的 YouTube 创作新秀中有三成主题和学习自我成长有关。除此之外，今年五月台湾观众关注金融投资影片的时间，相较去年同期也增加了3倍。喜欢今天的小知识吗？记得订阅理财周刊 Plus， 才不会错过每天中午12点准时更新的理周快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